Welcome 2021，这也是一场和 Mobile 有关的议程。我是主持人 Zoe。透过别人的经验是最容易获得价值的学习方式。目前在新加坡工作的讲者 John 前后待过不同公司、不同产业，他将在这场议程中跟我们分享他在工作时使用 Kotlin 的经验以及心路历程，还有如何善用 Kotlin 在 Android 的开发上。对于还在评估是否要学习 Kotlin 的你，或是想要知道如何善用 Kotlin 来做 Android 开发，别错过接下来的内容。记得看到最后，讲者跟我也会上来跟各位进行及时的 Q&A 互动。让我们欢迎讲者 John Chen 带来的《我的开发经验：使用三年的 Kotlin》。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 session。在这个 session，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 Kotlin 在 Android 上面的三年经验。一开始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可以叫我 John。那目前我人在新加坡工作室，这个月刚转到 Grab 当 Mobile Engineer。那在这之前，我是在 Tambiki 工作。那我主要的开发平台跟语言就是 Android 跟 Kotlin。那我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一个顽皮女儿的爸爸。我今天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我要介绍一下我的Kotlin的学习过程，然后另外是建议。第二个部分我会列出我觉得 Kotlin 比 Java 好的三个优点，分别是写较少的程式，你的 code 会比较简洁，还有你的 code 其实比较牢靠。最后是结论。那我们先来看我的学习历程。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有在同事就透过同事听过 Kotlin 这个东西。那一年刚好 Google 也宣告 Kotlin 当作 Android 开发的主要语言，那所以我就花一点时间去阅读一下它跟 Java 有什么不同。当时阅读完之后，只有一种感觉，就是它支援所谓的 functional programming 还有语法堂这部分。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同事就在讨论说想要用 Kotlin 当作我们新的开发语言。那当时投票结果就是三个人同意，一个人反对。那我就是反对的那个人，其实就是因为根据我之前的学习，认为它只是语法上的进步，没有必要为了这样重新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那既然大家都说同意的话，所以我也跟着用这个方法去用。其实我也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我其实也可以用Java 的在 Kotlin 上面写类似 Java 的东西，所以开发上我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挫折。直到第一次我 review 我同事的程式的时候，我发现同事写的程式我竟然读太懂，这时候就突然感受到有一股压力进来。究竟为什么同样都是写 Kotlin， 他的写法跟我写法差这么多？那越花时间去学习，越发现我真的很不了解这个语言。然后来，时间来到了2019年，我当时就有感觉，每次在 review 我同事的程式的时候，他常会提到一些，他常会强调某些字，比如说，more exhaustive， 或者是composition over inheritance， 或 single responsibility。之后每当我听到同事在讲这些课训的时候，我就会去查资料，或者是抓着同事问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另外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也发现这些东西中文的文献比较少。我发现这些课性其实如果你用 Java 去了解它的话，你会不太了解。所以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用 Java 的方式去思考 Kotlin， 直接重新开始学 Kotlin。 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我还是一样，只要遇到不同的地方，我就不断的去问我同事。那在这时间，我也花了时间去读一下 JPEG KTS Library 里面的 source code。然后我也参加了台湾 Kotlin User Group， 这些都对我蛮有帮助的。然后到了今年，
我已经可以读懂同事们写的东西，也知道，也慢慢的会掌握到口音所提供的这些课程。这部分我觉得在第二，这个地方我觉得在第二部分解释。那目前我还是持续在学习 Standard Library 跟 Coroutine Flow 还有 KLM。那我给的建议就是，第一个，不要只是学而已，学完之后一定要练习，就好像你在运动一样，你不是看完影片之后不去运动，你身体是没办法保持健康的。第二个，不要把 coding 当作 Java 的升级版，如果要掌握它的话，对于这个语言核心了解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如果可以的话，多看一些英文的文献，因为我发现英文文献比较多会讲到语域跟课性的部分，那中文的部分还是比较多会解释怎么让 compiler 过。第四个，不要害羞的去问别人，如果遇到一个比你还懂的人，问别人是最快的学习方式。第五个， practice make perfect， 一定要把自己不断的练习到不用去 Google， 每次再写一个东西都要用 Google 去查。那下一个部分，我将分享 coding 究竟比 Java 好的地方。我归纳出三个重点。第一个，程式码可以写的比较少。那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优势有什么好。那到直到我们的产品有50%是用 coding 学之后，我才发现这个维护性不知不觉提高。比如说，想象一下，你在修一个 bug 或添加一个功能时，我们会花时间重新阅读我们的程式码，然后思考怎么做。由于你的每份的档案的行数变少，阅读起来就会变得更简单，一下子就能掌握你之前写过的程式。第二个，你的程式码变得很简洁，跟前面讨论的很类似，但还是存在的差异。前者归功于 coding 提供的语法，让你几行程式码就能达到 Java 数行的结果。concise 取决于你对 idiomatic 的认识。idiomatic 中文解释叫做惯用语。有写过 coding 应该都知道，你的一段程式码其实在 coding 可以用好几种方式来实现。比如说 for loop 你可以用 range 来取代，你的 collation 你可以用 declaration 的方式来做。然后第三个部分，你的程式会变得更牢靠。Coding Compiler 它不只会帮你检查语法的正确性，它还可以帮你检查逻辑的完整性。了解这个程式，了解这个优势之后，你就能写出品质更好的程式。好，那第一个部分，程式码可以写得更少。我举了四个例子，分别是 Default Argument、Data Class 还有 Function Type。还有 every statement is expression。 那 Java 有一个特性叫做重载 overloading， 它用来表示相同的函数名数有不同的函数列表。大家一开始对它的延展性感到很方便，但之后会意识到它其实对于程式码会产生过于冗长。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我们 dialog 就提供四种参数列表来宣告，那你就要有四个 function body。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效果？在 code 里面，你可以用 default argument 跟 naming argument 来达到同样的效果。比如在这里，我在 content、 ebay 跟 action 里面给它指定在定义这个 signature 的时候给它一个 default 值。当你今天呼叫的时候没有给这值的时候，我就可以拿 default 来取代它。那你在呼叫的时候，你可以透过 naming argument 的方式去指定你要给的值是哪一个参数名称。下一个例子是 data class。在 Java 里面有一个专有有一个 class 的类别，我们通常叫做 project。那 project 我们通常用这个 class type 来定，用来去读取外部的资料，比如说从server 或是从 database。
那这类的 class 它有个特征就是它会有一个 data field，还有一组存取函数，分别是 set 跟 get。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今天的这个 project case 有四十个 data，有20个 data field 的时候，你就需要四十个 set 跟 get。那 set 跟 get 的写法其实很简单，很简单。所以有没有更简短的写法呢？在 coding，我们可以在 class 前面加一个 data，就等于我们把它宣告像 POJ 的效果。它coding 其实是把 data field 跟 set 跟 get 整合成一个 property。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比如说 Python 里面的 name，当我宣告是 not name string name string 的时候，就相当于我在 code 里面宣告我要一个 string type 的name 变数，然后另外我还有它的 get 的 method。如果你今天在变数宣告时候是用var 的话，var 的话，它就会有 set 跟 get。那 datacase 它不只帮你产生这个 property，它还会帮你 generate 一些有用的 method，比如说这个例子 copy method。你可以看到刚才我宣告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宣告它有 copy 的 function，但是由于我前面加一个 class 前面加一个 data，它就会自动帮你 generate copy 的 method，所以我在使用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呼叫这个 copy function。另一个是它有提供 compare function。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我在 print 的时候，我就可以判断 join 跟 fake join 是不是真的。还有它也有well defined format，所以它有提供 toString function，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我去 print 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well defined format。最后一个data class 也有提供所谓的 destructuring 的 function。那在 Java 世界可能比较少那么做，但你可以想象，我今天假设我要从我的project 的 object 里面取出它的某一个 data field，这时候data class 它会自动帮你实做这些 declaration function，它其实是根据你宣告的 property 顺序。比如这个例子，我在person 的 data class 第二个地方宣告 age，所以我要提取它，它就会呼叫这个 destructuring 的第二个。然后我的 age 就可以拿到 person 里面的 age。下一个是 function type。Java 是一个纯物件导向的语言，这表示即使你今天要写一个简单的 callback，你都要把它包覆在这个 interface 里面。那这个 interface 的 naming 看似就很没有意义，可是你必须得这么做。但 code 里面其实你就很可以直接。这些 callback 方式，你直接可以用所谓的 function type 来定义它。比如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 update 它可能要处理三种不同的 callback。所以当你今天去 create 它的 instance 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在 create 的时候就直接定义好它的 function body 的 instance。下一个是。在 coding 里面，它每一个叙述其实都是一个 expression。所谓的 expression 表示说，它每一个叙述都会有回传值。比如说，你看到这个 transfer 这个 function 里面，我透过 fan 可以判断我的只有不同的整数变数，我可以直接在 fan 的前面加个 return，就来直接 return 到我这个 return 到呼叫端，这时候我就不需要宣告所谓的暂时变数来储存不同的 color 结果，然后再 return 回去。try catch 也一样，它也是一个 expression 的 statement，所以我这边我就可以把我刚才我的正常跟例外的结果存到我的 result 里面。if else 也是一样的，我可以判断不同的状况 return 给未来的变数。然后第二个好的特性是它的程式码可以变得更简洁。那我这边的话举了三个例子，分别是 string template、extension function 跟 extension property，还有 declarative 跟 range。那有写过 Java 的应该有用过 string builder，它用来串接字串非常方便。但如果你串接的字串很复杂的话，就必须写好几行。这时候程式的可读性就会变得很糟。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 string table 来取代。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我这个 test 的变数的时候，它的值其实是透过 string table 去重新组装的。那它只要一行程式，看起来就会比原本的 string builder 简单多。第二个是 extension function， 我通常很喜欢用它是，当我今天在使用别人的程式，比如 third party， 那我发现他写的方式可能对我来说理解上比较不容易理解，所以我可以把它变得更简洁一点。这时候我就会定义它的 extension function， 比如这个例子是从 JPEG 的 fragment， JPEG compose JPEG library 里面的fragment library。我们今天要从framework 里面去载入一个 fragment， 我们需要透过 fragment manager 去新增一个 transaction， 然后呼叫它的 add replace 或 remove 其中一个 function 之后，再呼叫 commit， 让我把这个行为重新定义包在一个新的 commit node 里面。那由于它是 extend function， 所以它就看起来好像你本身的 third party 就提供这个功能一样。除了你的 function 可以 extend， 你的 property 也是可以 extend。但要注意的是，你的 property 的 status 是没有被 fill。另外的例子是，我们可以用 range 来取代 for loop。那你可以看到前面的第一个例子，其实你读一下你就可以了解，我 i 这个变数想要从0到100做递增。那相当于传统 Java 的写法的话，你还要分别用不同的区块去表示起始位置跟结束位置，还有递增的顺序。这种语法其实变得更简单。另外，你在处理 collection 的时候，现行的collection library 它提供很多 declaration 的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比较用很有逻辑的方式去表示你要做的行为。比如说你在看这个程式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花一点时间你就可以了解这个程式要做的事情。那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今天用 for loop 来写的话，第一个你程式会变得很冗长，第二个你在读起来会变得比较困难。最后第三个我觉得 coding 比 Java 好的特性是 robust。 那这边的话，它 robust 归功于三个coding 比 Java 好的地方，就是它的 type system 有资源所谓的 immutable 跟 nullable 跟 unnullable， 还有 co class 跟 smart cast。 那在解释所谓的 immutable 之前，我想要花点时间来解释架构这件事情。在我开始使用 coding 之前，我是怎么设计程式呢？通常我会根据在阅读完需求之后，我会用需求去分析它的 domain model， 然后有了基本的物件导向的雏形之后，我会思考设计阶段我要怎么扩充问题。这时我就会想有什么 design pattern 可以用。另外，为了整理出这些 dependency， 所以我就会定义出这个 layer， 然后等这个 layer 都清楚之后，我才会考虑我要在哪个平台上实现，比如说在 Android 上面。那这个好处就是从原本的分析设计到实作，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每个阶段要做什么，软体的复杂度变得可以掌握。但学了新的架构跟 coding 之后，我发现这个做法存在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当你今天在现有的架构上面扩充一个新功能，没有这么容易。我这里讨论的不是设计不好的问题，而是实务上你通常猜不到 product manager 要在哪里加东西，每次添加你要从哪里开始。第二个，刚才的阶段我们都没有讨论怎么写测试，所以你要怎么让你的测试变得可测试呢？第三个，开发速度没办法变快，现在的方法论都讲求现在的开发速度通常都是维持在两个星期，你很难同时兼顾速度跟品质。第四个，你扩充了新的功能之后，程式比你想象中的脆弱。工程师没有写测试，即使 QA 做了很多测试，你还是会担心所有状况都涵盖了吗？
那既然我们刚才提了原本做法的四个缺点，你可以归纳出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我思考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利用物件导向的封装，将资料跟行为定义在一起。一开始是没有什么问题，但随着新的需求不断的累加，它早已不是我原本设计的样子。所以我要怎么解放我原本的封装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资料跟行为是分开的，那它会长成怎样？这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新的架构，叫 Clean Architecture。首先，我们要问自己，你的资料从哪里来？通常你的资料都会同所谓的 database 或者是 server。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定义一个叫做 data source 的类别，它用来抓取资料。然后我将我的资料产生资料，那这些资料我就可以定义成 data class。所以每一个资料都是一个 value object。那你的资料可能同时存在于database 跟后端，这时候我就会有两种 data source。那我到底要回传哪一个呢？这时候你可以利用定义叫做 repository 的类别来定义回传的资料。那每个 repository 回传的资料可能还不够，你的 business logic 可能要透过两个以上的 repository，或者是一个 repository 回传的资料，你还要做一些计算什么的。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叫做 use case 的类别来做这件事。再来，我们设计的东西是要呈现给使用者的，所以会根据画面，我们会有所谓的叫做 view model 的东西。在 view model 里面，我们会呼叫不同的use case 来实现这个画面要的结果。那这个 view model 的东西最终要画在 view 上面，所以我们会把 view model 的 data 最后调给 view 去 render 出来。那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想成这几个 class 或这几个行为，分别代表是提取、过滤、精炼、重组、绘制。那 data source 的话就是提取，然后 repository 就是过滤。use case 的部分表示精炼，然后 view model 表示重组。view 表示绘制，资料是透过不同的行为来到最终来到使用者的面前。这个设计就是可能大家常听到的核心叫 Stream of Consent。按照之前的设计的时候，我可能会把提取、过滤跟精炼的部分包覆在同一个类别里面。然后随着，所以难怪你可以想一下，新的需求不断的添加的时候，封装在一起的类别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那新的方式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每个行为都被切割成各个类别，所以每个类别负责的单一任务，它就符合所谓的 single responsibility 的 principle。那你要做测试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因为你知道每个行为的都是有输入跟输出，所以你在写测试的时候，你只要产生 fake data 就可以确定你的行为是否正确。第二个。这样的架构其实适用于通用的架构，这个架构其实是一个通用架构，适用于大部分的情况，所以你可以依照刚才的方式直接跳到实作，不会像之每次有一个新，不用像之前一样，每次有一个新的东西，你都要重新做分析设计，开发速度就变得更快。第三个，工程师容易写测试，产品自然就不会变得脆弱。品质也不会受影响。那回到我们的主题，或许你会问，这样架构跟你使用程序语言有什么关系？Java 也可以用这个架构啊。你说的没错，但我想要证明是使用 coding 它能帮助你实作时检查你的实作是否有缺陷。好，那我们回到。coding 资源所谓的 immutable， 那 immutable 的意思就是，当你今天物件建立时，这个物件就不能再修改。在 coding 里面，一旦你在某个 property 宣告成var 的时候 ，var 的时候，你在后面对这个 property 修改的时候 ，compiler 就会跳出错误。
所以，比如说这个地址，当我宣告一个 person 的变数，我之后想要改他的生日，由于它本身是一个 val 的东西，这时候 compiler 就会跳出 AOR 提醒你。第二个就是 calling 的 compiler 也会帮你检查所谓的 nullable 跟 non-nullable。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状况应该把 property 都宣告成 immutable 跟 non-nullable。但还是有些状况你会需要用 nullable 东西，比如说你的 person，那我想要呈现是我的业务里面，我的 person 有可能电话号码是空的，这时候我只要在它的 type 前面加一个问号就好了。那由于我这边我先给它一个 default 的 argument，所以当我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今天没有指定它的，我今天在 naming argument 没有指定它的话，它产生的时候 default 就会把 mobile 给它 null，所以我在处理的时候，我就会可以根据 nullable 状况去判断我要怎么处理。compiler 也会帮你检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nullable，你要去提起它的话，你要做什么样的对应。下一个是 CO class，CO class 可能在 Java 里面并没有，所以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语言课型，我很喜欢用来是做 state machine。比如说，我利用 CO class 来定义我的 UI 会有三种状态，分别表示 loading、loading 跟 error。然后 error 又有所谓的 no instance 跟 server error。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很清楚的了解我的 state machine 到底有几种不同的状态，每个状态我又额外可以每个子型别我又可以定义它内部自己用的property。所以第一个程式我觉得看起来一目了然。第二个，当你今天在处理不同的 state 的时候，比如说我用 when 去涵盖所有东西，这时候coding 的 compiler 它就会帮你判断你今天是不是考虑到所有的 state，如果没有的话，它会直接 error 来提醒你。这时候你其实可以点它的 tips，它就可以，比如说 add remaining branches，它就会自动帮你产生所有的 subtype，然后你根据每个 subtype 可以去试做你要对应的行为。另外就是CO when 里面它有支援所谓的 smart casting，所以比如刚才这个例子，当我今天判断我的 state UI 这个变数是 loaded 的时候，我就可以呼叫它里面的 data member，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 content 这个东西印出来，不用像 Java 一样，我还要再做里面的 runtime 转换。好，那可能刚才听完了 robust 跟architecture，你还是有点不太理解，所以我们直接用一个例子来 demo 一下。我们先来想一下我们的 data source 它的产生的 data 长成什么样。比如说这个例子，我可能会从 server 或者是从database 抓出来的 data object 长成这样。这时候我就会定义一个叫做data source。那由于我们这边处理的是 person，所以我就叫它 person data source interface。然后根据我的资料是来自原 remote 跟 local，我分别去视作它。那有了两个 data source 之后，我要透过 repository 告诉他说我真正的资料怎么去得来。这时候我在我的我定义了我的 person repository 的 interface，然后在实作它的时候，我就会利用刚才两个的 data source。那我在我实作 override method 里面，我这边写的简单判断就是，如果我今天从 local 可以拿到这个 list，我就拿。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从 remote 拿。好，那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要怎么设计我们的 business logic。比如说，我的 business logic 有一个是我要拿出使用者电话，那这时候我就需要设计一个拿取名字跟电话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再重新定义一个新的 data class，是透过 use case 来输出。那这时候这个 use case 输出就会有content 这个 class。那我在设计 use case 的时候，我都会用套用所谓的 command design pattern，所以我的 class 我通常会用的动词来表示，然后它只有一个 function。所以我会透过 person repository 里面
去提取说提取呼叫他的 fetch person 拿到这个 person 的 list。那因为我的 mobile 也有可能是 null，所以我透过 declaration 的方式去 filter 到所有 collection 里面的每个 item。如果 mobile 是 null 的话，我就不往下执行。那如果 mobile 的这个 property 不是 null 的话，我就重新产生一个新的输出。这个输出就是一个 content 的 data class，它有名字跟电话。然后接下来我要怎么画使用者的画面？我这时候就会想一下，我的画面有几种不同的状态，分别是 loading、loading，所以我就根据这样的方式 CLKS 去定义我的 state machine。那我的 view model 又就要思考我要怎么绘制我这个 state machine，所以我透过 flow 的方式，一开始定义它的 flow 一开始是 loading，然后当今天这个 view model 被 create 的时候，隐匿的 block 被呼叫，那呼叫的时候它就会assign 新的 value。这时候我这些新的 value 我把它包在 try cache 里面。透过 try cache，我一开始正常的状况下，我会 return 的下一个 state 是 loading。然后我透过刚才的 use case 得到的 content 直接 assign 给它的 property。当这过程中如果发生任何的 exception，我会透过 cache 的方式去 catch 它，然后 change 它的 state 成，比如这个例子 no internet 或 server error。那我在绘制的部分，由于它本身是 flow，所以我可以透过 collate 的方式去保护它。当有新的 state 进来的时候，我要怎么处理？那每一个新的 state 进来的时候，我用 when 去判断它的 state machine。然后对应到每个不同的 state，我就绘制不同的画面出来。所以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一开始 default 是 loading，然后当资料都 OK 之后，它就跳到 loading，然后显示目前的两个资料。好，那再来重新讲一下今天的报告。我归纳四个重点。第一个，不要把 coding 当做 Java 的升级版。其实它里面有很多 arithmetic 语法，值得你好好的去学习。还有它里面很多语法的特性是 Java 本身之前没有的。第二个，我觉得设计跟实作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如果语法你学得很好的话，其实这时候你就在设计的时候很快速的会思考，我在设计的阶段要怎么用这个语法，会加速你开发的速度。第三个，如果遇到不要害羞的去问问题，我发现问问题是学习最快的方法。最后一个，避免都只花时间在读而不去练习，只有不断的练习，你的程式码才会变得更加强劲。那这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Hello，欢迎回到我们现在One 的直播 Q&A 时间。那欢迎 John，Hello，Hello，Hello, Roy。你好。那会众们如果在听完刚刚的议程，有问题想要询问我们讲者 John 的话，那也欢迎扫描现在画面中的 QR code，那讲者就可以看得到你的问题喽。那刚刚已经有一个会众询问了，那想要问一下 John，就是为什么 Kotlin 会特别设计函数在参数最后的时候可以搬出小括号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以我自己有看过的例子的话，我觉得有三种状况非常适合这个。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学怎么用 functional programming，然后设计一个 declarative 的方法的话，你可以先用这种方式，就是在后面加一个就是 functional type。那 coding 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后面是一个 functional type 的话，就像你讲的，你可以用小括号去包它的那个函数主体。那是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常用的一个方法。那如果在实务上，我看过的例子是，当他们有些就是 library，它设计一个 DSL，它 DSL 它其实最实作的方法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要透过这种方式，就是最后一个是一个 functional type。那它你会发现，如果你有看过 DSL 的那个例子的话，你会发现 DSL 的写法会看起来非常简洁。那我相信 Colin 也是看了这个方法之后才用。然后第二个我看过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现在有在学那个
JPEG compose 的话，你会发现它 JPEG compose 每个 function 的最后一个一定是一个 functional type， 它就是让你的语法看起来比较简洁，然后因为你前面的那个 functional 内代表说你要做的事情，然后你真正里面要做的事情是包覆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包覆在括弧里面想成说怎么说 how do I do， 就是你在这个 declaration 里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什么时候，你看多看一些例子，你可能会比较了解。对，好，了解。那慧仲现在如果还有问题，还可以扫描我们画面中的 QR code 跟这样进行询问哦。那我也想要问一下，这样其实像您是在学在 Java 后来就是学习了那个 Kotlin 这三年来，然后你也比较了就是学习 Kotlin 的优势。那如果是对于还在观望要不要使用 Kotlin 的学习者来说，他需不需要具备，他需要具备多少的跟 Java 有关的先辈知识？你会怎么建议？对，我其实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可能毕业个三四年的毕业生。那我发现他们在学 coding 的时候，他们速度比我快，因为他们比较没有之前的语法去牵绊，所以他们都不会去在想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如说像刚才你讲的例子，可能对于那些刚毕业生，他就认为说 OK， 这个语言就告诉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分两个部分，就是如果你是以前没有用过 coding， 没有用过 Java 的人，其实我觉得你最好最适合的方式就是直接学 coding， 不用去管 Java 这个语言。那如果你之前是已经有学过 Java 跟我一样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焦虑的，因为我发现我写的方式跟之前 Java 方式没有什么不同。那可是如果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去学 coding 的话，其实你大不如就是回去用 Java 写就好，不用特别去换这个语言。对，哦，谢谢你。我觉得关于心路历程这一块，我觉得是在学习者可能比较不会比较难找到人家分享，因为可能技术问题我们在 Google 找得到，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会遇到的这一些就是到底是算是比较心情比较软性的转变会比较难找到人分享。那我想问说，像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像这一些就是怎么样去突破学习一个新技这个像这个新技术过程时候遇到了一些究竟是我不够深入了解这个技术呢，还是该怎么调整这个心境，或是你会给什么建议给在学习的新手？我自己的状况是，因为我之前用的 我之前用的 Java 已经超过五年，而且开发过很多产品，所以其实我对自己的 Java 的技术稍微有点自信。那我会发现，你当你今天对一个东西很熟了之后，你第一个就会想说，很多东西在学一个新的东西，你都会用想的方式说比如别人在讲的时候，你已经在想说我要怎么做。可是你真的是没有动手去做过的。然后当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在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后期的时候，你会对这个东西都是很模糊的。那我自己最大的转变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学 coding， 我就想它有 property， 然后它有 extension function， 然后它的背后原理是什么，然后想一想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是真正你在做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每天的开发，你如果只是用想的没有实际去用写过的话，你常常就是跟你在用的时候，你还是用原本的方法去做，那你还是不会用原本。所以我后来我觉得我最大的进步跟改变就是，当我今天我会了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直接写一个例子出来看看，去验证说到底有没有比之前好。那可能我写了一次之后，我的经验不是很多，可是当我在开发我的产品的时候，开发公司的产品的时候，我就会这时候脑袋我就有两个方案，我到底要用原本的还是要用新的。那我这时候我就会开始在这个时间点我就会试着写一下新的。那如果新的我写完之后，我发现真的好像比较好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把你的心态转换过去了，你下次在使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蛮顺畅的。了解，这也是你刚有提到的，就是强调实作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在学以外一定要去实作，然后在这过程中知道自己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才试着去突破它，你就会真的学到这样东西。对，那以及不要害怕问人，就像我们也很感谢说，其实分享技术也是一种就是教学相长的过程，
那对对对。都是很好的学习方式。那很谢谢John，跟我们的分享。那如果会专门待会你还想要继续跟 John 继续做线上的交流，或是你有问题想要文字的询问 John，那也可以到 Discord 的 R1 QA 区跟 R1 讨论区。那 John 待会也会在这两个频道，就是跟大家进行互动。那也谢谢 John 今天跟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播控，就是在新加坡这边跟我们一起直播 QA。呀，那谢谢谢谢喽，John，谢谢。好，不谢会，谢。谢谢。好，那我们R1 这边待会QA 待会 Keynote 跟Lightning Talk 都会在 R1 进行。那也提醒，就是跟各位会众说，待会我们今天的议程整个结束之后啊，会在 GatherTown 上面有一个大合照。那如果你还没有到过我们 GatherTown 上面的会场，就也可以先上去逛一下，然后趁休息时间可能先练一下你的人物。那我们就下一场议程R1 的Keynote 议程见喽，拜拜。